仇者联盟中经典片段，萨诺斯弹手指，让无限手套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电影周边。而最近漫威再推史上最奢豪的真宝石无限手套，要价7亿台币。If you do get all six stones, yeah, be kind. No, if I get all six stones, I will be able to control all the sharks.想变漫威主角，口袋真的要够深。六颗宝石来头不小，紫色力量宝石最大颗是超过35克拉的天然紫水晶，绿色时间宝石来自哥伦比亚，祖母绿足足有23克拉，湛蓝的空间宝石则出自全世界最大的马加斯加，其他的红宝石、黄钻每一颗也都超过20克拉，六颗加起来超过150克拉。同样贵气逼人的还有它。金发配上一黑色蓬蓬裙礼服，芭比脖子上的大项链超吸睛，白钻粉红钻镶嵌，这可不是玩具，因为这是一条价值高达30万美元。宝石魅力无法挡，非洲还开采到稀有的粉红钻石。A large pink diamond, that has obviously not been seen in a number of centuries, we believe.澳洲钻石矿业者挖到宝，在非洲安哥拉东北部开采到一颗稀有的粉红钻石，重量高达170克拉，是300年来的最大。更惊人的是，这颗钻石达到 Type 2A 顶级，是非常罕见和纯净的钻石。未来开放出价，业者预计可能会刷新拍卖记录。敦财新闻彭德瑜、张华珍综合报道。在俄罗斯有一场。